谢谢。
开心吗？大家好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生日的声音广告陈列。上海歌迷很漂亮，欢迎你们。
关心和爱。所以这张专辑我们也希望就是粉丝能够一直对我们上瘾，我们也一样的，我们一直能够一直看到粉丝们，我们也常常陪在我们身边，所以才把这样的专辑做出来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公司做的这张专辑，真的希望你们能够上瘾。这个亲切的好吗？我觉得我浑身的骨头都已经酥掉了。那我们知道这个不仅歌好听，而且他们跳舞也跳得好。我现在就代表现场所有的女生提出一个要求，我想现场看一下舞蹈，可以吗？我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？跳一下啦！舞伴好不好？首先伸出大家的食指，伸出大家的食指，然后把两个食指合在一起，然后把你们的中指食指朝下，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就开始伸上去，然后慢慢的掉下来，然后吃掉。都学会了吗？都学会了吗？这样好不好？我提个要求，累，哎，累，你带着团员们一起再唱一下，就让我们粉丝一起把这个舞蹈做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吗？这个待遇从来没有过哦。没有。偶像给你们伴唱，各位来跳舞，双手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大家伸出食指。我们现场一起来，跟着做。下一首歌《蓝雨美女》。
M 跟 K 分开吗？还是？
后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？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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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辑里面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就这张画你也能弹出 Love Love Love， 你们之间太有爱了吧。我看一下缘分，看一下缘分。对，为什么原本刚被我的约会看不到原本的，不要客气。来，你们每一位都把自己的画作给现场的朋友来展示一下。你们想知道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吗？请看这边。好，在这边。好，走。哎，问题这是问题了，那为什么会画一个画雷电呢？对啊，就画一个闪电，我们就知道是雷电了呀。画个人搞个手，为什么这个？这个不干了，为什么画雷电？他们吵起来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。吵起来了，互相埋怨了。你不觉得这个？你知道我们的陈？我这个 crazy 的意思可能是想画雷锋和电锋，对不对？他画的就是像那个城市雷锋光针啊。让 crazy 解释一下他的灵感，为什么看到？因为我们成员叫陈，陈他的那个特殊的那个技能是闪电，是雷电，对对，所以我在画是陈正在闪电。所以就是雷电的意思。等一下，请问这个人跟陈哪里像呢？来，我们的 M 队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
这段舞蹈，把这个词刻出来。你怎么可以提示人家？好，十秒倒计时开始。来，全场一起倒计时，三。
Without you, it's hard to find.
次触碰就像是触电，心跳快跳就像窒息的瞬间，当你看乱了空气，看乱看乱现实的意义，发现要我只想发出的对自己全身痛快飞腾着，yeah, 终于有着你这感觉。
生。